其实你在比赛选手，在比赛过程中，一定要把手术调为最低的时候关机状态。比赛过程中震动也会被判犯规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您将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。拍照请关闭闪光灯，在场内禁止吸烟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2015乔氏杯2018中式发球国际大师赛杯赛赛山东女子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三阶段第一至八组第六至第八场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王耕墨、吕鑫。二号台裁判员王小月，运动员于龙海、王玉恒。三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刘鑫、严曙光。四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马阳、邱炮谋。五号台裁判员吴双义，运动员雷伟民、金鹤。六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徐浩博、石汉清。七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王春亚、刘勇。八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王欢、王大双。九号台裁判员孙百惠，运动员苏尼日、李海松。十号台裁判员刘东来，运动员张磊、王云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张新路，运动员金俊、申重阳。十二号台裁判员李美惠，运动员楚雨杰、龚海峰。十三号台裁判员耿飞，运动员赵云彪、张坤鹏。十五号台裁判员赵玉卓，运动员冯泽源、谢坤生。十六号台裁判员曹鑫，运动员李东明、宛同乐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傅环玉，记录裁判员庞杰、张桂红，运动员刘鑫、王鹏。谢谢大家。附近
这五年其中中
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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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
哎。